大家好，我是钟师傅。工作服忘记洗了，所以没穿。今天分享一道铁板爱相小呱呱，也叫铁板田鸡。四只刚刚去世夜行摊主帮杀好的小呱呱，不喜欢吃皮的去掉，小钟喜欢吃，毕竟皮也是肉。砍成小块，可能有些朋友不认识，也叫田鸡。下点广东米酒，蚝油两克，盐一克，生抽一克，胡椒粉，芝麻油，先把味道弄匀，再下生粉三克，继续弄匀，放一旁备用。全国通用料头三件套，姜、葱、蒜切片，青辣椒两个，红辣椒一个，破开去心，切成菱形段，不辣的洋葱一个，切点洋葱丝，剩下的切块拆散。再准备黑椒汁，接下来开始制作。锅宵夜用油滑锅，这样煎东西就不会粘锅了。下呱呱，用铲子摊开，把锅倾斜，让每一面都能秀叶均匀。开小火煎三分钟，煎至两面金黄。然后下料头，继续煎三十秒，目的是逼出料头香味。下辅料，下十克左右黑椒汁，连用八年的广东米酒炒出香味。然后下适量四块钱一吨不怎么好喝的自来水，下蚝油两克，生抽两克，白糖一克，把味道翻炒均匀。黑椒汁有味道，调味需要注意。然后抓适量生粉水勾芡，下胡椒粉、芝麻油，倒进去翻炒，目的是让汁包住田鸡。最后下正经的花生油，开大火炒到田鸡怀疑鸡生，逼出锅气即可出锅。铁板放到火上烧热，下点油，下洋葱丝，鸡鸡腹鸡鸡，铁板小田鸡，简单又好吃，一看就会的。我先试一下熟了没有，朋友们，铁板呱呱做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自己做比较划算啊，呱呱比较多，15门给4只。我钟师傅今天虽然抵过川东，但是还要祝大家生意兴隆，床板响，财源广进，裤头松，几千个公仔帮打工，养鸡打个狗，养狗打个牛，养牛打个反常头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小钟带你上高速。